次拍婚纱照哦，好像我不是第一次这样。开心，原来选婚纱是这个感觉。你可以不要出来先嘛，我还没有准备好拿出来哦。出来啊。嗨，我是可恩吴安，我们赶着要去酒后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对我们来讲，今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天，我们要去试婚纱了。其实我也是很喜欢他们家的拍摄风格啦，所以我们就甘愿的从 KL 加三个小时的车程去到酒后去拍这婚纱，但是还没有拍，今天只是试纱罢了。这间婚纱店就叫做 Luen Studio， 我从昨天开始就很紧张啊，真的是很紧张，莫名的紧张。我也是第一次拍婚纱。好像我不是第一次这样，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啊，真的是好快。就是我二月份才被求婚，然后我现在已经突然间一眨眼，哎，九月份了，我们要拍婚纱照了。所以我为了或这个婚纱，前面几个月都在努力健身。这样试纱之前要准备什么东西呢？首先试纱第一步就是要化个淡妆。因为等下你试纱的时候，你才会真正的可以看到那个出来的效果。然后有一些小红书的朋友跟我讲，要带一些简单的耳饰，比较不会那么素。然后男生要准备什么东西？记得胡须全部剃干净好了。好简单哦，你们。男的不露就是个 props 嘛。Oh, I got you. There's no reason to chasing pavement on my own. Cause you're here to stay every night.拍张美照的，就是这样，就换什么就拍什么、啊。对对对，回去再看。我不跟着看了没？要看老婆要住哪里？哇！OK， 可以啊，满足了我。我减肥为了这个，为了今天我减了很久，对我减了四个月。这个有 ribbon 的哦，在后面有 ribbon 的。去舞会啊 ，OK 了。要么是去晚宴。被拒绝了，被 ban 了，被 ban 了。开心，原来选婚纱是这个感觉。就二月求婚到现在九月了，我终于有一点点要结婚的感觉哦。video 都还没有出来耶。啊 ，vlog 外围剪出来，等下试了出不出得来就知道了。好开心啊！你换好了？这样快的没？你可以不要出来先嘛，我还没有准备好拿出来哦。还没有，要出来嘛？出来啊！怎样都要给我看一下的。几号？好看？转一下看，很好看。酷啊，不用拍了，那我想酷哎、欸，好看哦。感谢吗？我没有想到就这样快就到试婚纱，然后就要拍婚纱照，就要结婚了。没有想到好像很久，但是又好像很快。拍出来那一刻，可能觉得很漂亮，只是我 stun 了，有惊艳到我。人家讲说女生穿婚纱是最漂亮的，但我没有想到，哇，原来是真的，呼吸都甜了。掌声有请。我开了不如？也是可以。可以吗？可以啊，你好了没有？不可以太细晒。我自己看罢了，最好看。哇，这个好看哦，这个好看，好看。好看吗？好看，我感觉。是吧？我就说吧。刚才那个哦，好的，他的第一名啊，二号选手就是这一件。看后面，阿翔不好看。哇，普通了一点点。可是后面漂亮。后面漂亮的，但我不可能一直跟你的背部拍照的、啊。哎，对你跟我背部讲话 ，talk to my back。嗯，等下吃饱了没有啊 ？OK 啊，等下吃什么？美人鱼，我就等一等。哇！你看有一身完了啊！要。哎，还没有完哎。他已经被美到了，所以他玩不出来。不好看啊！好看没？讲像美人鱼。我因为有鳞片。真的有鳞片。哇！这件好看过上一件。真的吗？其实它最好看是它的那个锁骨，其实上下也没有别的最好看，就只有锁骨好看。一定要看。那个手拿前面夹，因为这样。哦，穿着出 event 呢，出什么很好看？出 event 是吗？我还很印象深刻是第二件。哦，还是第二件。keep 先呢 ，keep 先呢。第二三。特别的不，第一名还是第二个？这个可以排第二名。
我最印象深刻是这两天吧，那个就比较多 details， 拍起来就很，然后摄影师也多点东西玩啊。嗯，今天的试杀就到这边结束了，现在已经不知不觉到七点钟了，我们已经试了大概三个小时，试了差不多十多件吧。然后其实我之前两件，然后我试了人家那么多。他们跟他讲，最重要试到喜欢的。嗯 ，OK， 要达到今天的任务就是要选到喜欢的婚纱。嗯、OK， 回去哦，我就会慢慢的想一想，看回每一张照片跟每一个 video。想一下哪一个是最美的。未完待续，我们9月20号就会正式拍婚纱照了，到时再给你们看看幕后花絮。OK， 拜。